吉安乡圣南宫22号冬至这一天上午捐赠了白米给吉安乡公所，乡公所社会科长周哲生感谢圣南宫常年关怀乡内弱势家庭，同时也把圣南宫的爱心转赠给乡内的中低收入户。湖南县吉安乡圣南宫27周年庆普渡的白米22号冬至这一天，并且捐赠给吉安乡公所，来做好一年一度的关怀活动。非常感谢哈，那我们首先感谢这个乡公所，那吉安乡公所，那就是现在目前是指派这个6个村来做，我们做这个又到了这个感恩的季节，那今天是刚好是岁末年终，也是刚好是我们的冬至，那在这个期间呢当中呢，能够这个发放来白米，然后呢希望呢那个人到这个弱势的这个团体能够感受到这个天上圣母妈祖的慈悲，那就是说在借由这个机会，然后发放白米，请6个村来帮忙协助发放。那再一次的这个感谢我们的吉安乡公所，啊，特别是由我们的这个社会科周科长哈，那也亲临，那来做这个捐赠的仪式，再次的表达感谢。吉安乡公所社会科科长周哲生向来感谢吉安乡圣南宫长期关怀乡内的弱势家庭，让他们感受到满满的爱心。感谢我们圣南宫长期的为助我们的所有的弱势家庭，一年高达几千斤的白米这样在分村的发放这样，而且每一次的数量都是非常的庞大，让我们的弱势家庭能够实质的受益。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圣南宫永远不间断的爱心。吉安乡圣南宫主任委员吴建志表示，有感于妈祖慈悲的心，对吉安乡乡内的中低收入户的关怀是不间断的，加上信徒相当支持公庙上坡爱心的活动，让关怀力量能够发光发亮。记者周文杰报道。